没了没了，哎呀，没得发的，单身女孩啊，都是单身的。今天你化的妆确实不一样，比我化的好看。你本来人就好看，底子就好看，我觉得你脸是瓜子型的嘛。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哦？没有啊。没得呀。啊、没得，给你介绍一个嘛。有没得合适的？合适也可以介绍。来来来，争分了，争分了。看好漂亮，自信美人。22岁，怎么怎么样？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。就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小。今天我同学休假哈，天气又凉快，所以说我们两个准备去长隆那边去耍一下，耍夜场哈。好。因为万圣节要到了嘛，所以说那些活动比较多，是吧？对。我们两个男人相聚就去耍哈。好，开始出发吧。要得，走。好积极哦哈。准备。买票，我们去现场买票嘛。好。我们现场买票要便宜一点儿。那。我在网上买票可能要贵。好，你把东西拿到吗？好，走啊。我们这儿等车吧，我们喊了顺风车。对。等一下还有30分钟到了。好。坐一啊，我觉得你们这儿其实是安逸。很舒服是吧？空气清新。我也觉得。一个大操场。学校。可以进去吗？不可以。不可以啊。嗯。走啊走啊，我们走去排队了，现在3点钟了。我困了，我在车子上我觉得好热，我觉得出来就好凉快哈。嗯，对，我一直以为会很热，我心情都不好了，后来下来感觉心情就好了。广州那个安徽湖耍哈，对，我们小心点。我们就是自从读书哈，一直都没出去耍过哈。对啊，没想到我们在广州耍，也是幸运嘛。难得的一次。对。好多人了哈，要上厕所了嘛？哪儿厕所？我们一起去上嘛。好多人呀。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去预约啥子哈？对。但是我只是在网上已经买了一个是2.28进站，大家看一下吧。我好兴奋呀，其实。我也兴奋，第一次来你都来了几次了嘛？来了几次，我还是有点一如既往的好耍，因为今天是，因为这是有万圣节那个活动嘛，晚上有那些。嗯，然后今天还凉快是吧？对，我们是上的夜场。走。凉快的。对。我想穿那个帽子。是吗？是吗？好乖呀，好乖。张老师都不适合我哈。要穿那种衣服才好看。对，穿西装衣服哈。今天晚上的活动一定很嗨，他们这儿还有排队化妆的，好安逸。但是我不化，好多人哦。哇，好刺激呀！哦。所以耍那个，没得事，不害怕嘛，意思。我们两个准备去玩那个鬼屋了，哈哈！我听到那个鬼屋我就好激动，我马上去排队了。我第一次，你怕不怕？怕噻！万圣节到了，你肯定要怕哭。我前面的帅哥。你确定？嗯。耶，好兴奋耶！我们排队进去了，我就有点害怕这个鬼屋。你怕不怕？怕，我怕进去。要得要得。